深水埗 A2 出口，呢度系鸭寮街嚟嘅。不过我咧谂住行北河街啊。北河街咧就之前行过北段嘅，但系南段咧就因为嗰次落雨啦，咁啊影唔切啊，咁啊唯有终止咗摄影，所以净系影咗北段。今次影埋南段。呢度都有啲地摊经济喎。呢度啲排档就大部分都删咗啦，取而代之就系呢啲地摊经济。非常有趣啊！真系，最多就系水。哇！呢条街都系。哇，精彩！一盒麻雀，哇！真系，我以前真系唔知道，原来有呢啲地摊经济嘅。哦，过马路，好啦，行埋呢边嘅北河街，唔使影住地下啦，因为依度冇地摊经济。唔系咁多雪柜摆晒喺度嘅，似系二手嘅，洗衣机都有。
行到尾，咁啊見到前面有個北海街嘅公共休憩空間，但係就未開嘅。呢邊又係依個愛海頌啊，佢有三四棟樓喎，見到。咁頭先喺隔離街都咁啱見到，咁啊留意到佢啦。呢條是伊國街，有車不要亂過。過得了，好有風味啊，擺曬出嚟，行人路。呢個是荔枝角道，我行過一次的，行咗翻太子，哇！原來呢邊都有嘢賣喎。呢度好犀利啊！一陣下行先。后面有车，
啊、真係好得意喎！啲人咧係自己帶個電筒嚟喺個街邊度睇嘢嘅。我見大部分人都手持電筒喎。咁啊，真係有備而嚟咯。真係為咗睇依啲地攤經濟而過嚟依頭嘅。真係香港嚟嘅咯。好啦，咁啊，补翻呢一个北河街嘅南段啦。北段之前影过一次，南段就今次补翻啦。咦，前面都系北河街嚟嘅，应该要行埋。就算乜呢度都走得。冇错，呢一度都系北河街嚟噶嘛。哇，几搞笑喎，咁啊！搞咩咧 ？CD 咁样啊？咁啊，懒系有电脑嘅感觉咁样啊？冇嘢啊，即系 hea 啲咯，咁样。好啦，出翻嚟个长沙环道啊！咁总算行完个北河街啦。分了兩次行，第一次行北段，第二次行南段，咁應該唔會再行噶啦。好啦，咁就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段片再見啦，拜拜。